纪高调认爱，英籍圈外女友消息曝光，立刻冲上热搜，连带前妻宋慧乔也一起上榜。宋仲基离婚，宋慧乔三年后大动作认爱，感觉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。不过巧合的是，前妻首度挑战的新剧内容30号要上，微博的网友就笑说，前妻新剧要上了，赶紧官宣新女友。加上宋仲基接连几部韩剧都中，刚播完的财阀家的小儿子也还在话题上。相反的，宋慧乔最近有些负面消息，宋仲基这下又高调认爱，网友笑愧这时候发表，为了气死前妻吧。宋仲基到底有多恨宋慧乔啊？前妻新戏要上，赶紧官宣新女友，就这么刚好，我巧妹怎么办啊？不过也有人祝福，觉得宋仲基英文本来就很好，找个外国人也不错。官宣后接着传出女方怀孕消息，但是宋仲基公司只说不回应这题，让人充满无限想象哦。